姑娘，你海椒酱不要带了，你看这个是啥子？老婆椒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这个是一个螺蛳。不是叫老婆椒吗？哎呀，你不都不晓得，爷我都没尝啊哈。要的，走开，别弄得我痒痒了。你们看，像不像甜了？来点盐吧。再来长江水清洗干净。那我今天要做烂的哈。要的，带个鱼儿腥，要做麻辣味儿才好吃。我觉得你最近做的菜都不够烂了。是不是海椒放的少嘛？可能是。要的。你妈给我拜啥子拜？啥子你拜我？你儿童节做的哈，嗯，是。恭喜是。串串。哎，大葱。再来干辣椒，再来花椒99颗，来点长江水。撒那么多水啥子？多了啊？肯定多了。下锅，老姜。大葱，再来白醋杀菌，水开，再煮20分钟。捞起来清洗一下。锅里加点油，放入姜和辣椒爆香，把螺放下来。翻炒一下，来点长江水，来点海椒面，捞来点盐巴、酱油，来，姑娘，好吃，先给你。不要。好烫，你不敢吃啊？等一会儿吃。起锅喽！先吃个大蒜的。味道如何？这个是好货，试一下。要不要牙签我找给你来？不要。反正你弄菜你都不想看弄蒜苗嘞，哪个弄蒜苗？人家不是弄葱圈吗？蒜苗也可以像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太不妥了。干嘛？咋个咋个弄进去嘛？弄不得吃。哎，筷子丢一下噻。倒不出来。要不就换一个。你觉得不？今天卖的少很了，不够吃。对啊。我说把葱丝弄在这种吃，弄点味道，好吃的。来嘛。哎，我自己弄。哎，好嘛，自己弄。皮肉都煮出来了。我觉得这口袋的花椒要好吃一点吧。今天这个糯味道真巴适了呢，还不够吃。今天就到这儿了哈，喜欢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要来哦。拜拜。拜拜。